接会动连魂摇，带千世界寄怀，付出立中不少，出意中心诚实，处作恶事持经，在意情勤不怠，若无愿力众生退困，是劫为难。用心哦，咱在五浊恶世啊，也都爱赶紧警觉啊！佛陀呢，警惕咱大地啊，这是生住坏空。所以人人生有生老病死，但是呢，大地也有生住坏空啊。只是大自然生命长，所以讲大乾坤啊，生命长啊。小乾坤呢，人的生命短促，但是不管是天长地久啊，也是终有尽的时刻。所以讲，生住坏空，咱现在这个五浊恶世。就是处在坏劫的时，在这个坏劫啊，就是啊，真多的不调和，地水火风四大不调啊，到家四大不。掉三灾，大三灾呀、啊，会不断频繁循环。啊，什么是叫做大三灾？就是火灾、这水灾、洪灾，这叫做大三灾。啊，这种的大三灾呢，会在人间呐、啊，不断的加剧，灾难一发生，愈来会愈大。譬如讲水灾呀、啊，古早讲水灾呀，水灾呢？范围未真大，但是现在的水灾呀、啊，范围是真大，尤其是干那讲水也不调，有时阵水过多啊，那就是水灾啦。咱现在定定看到，也是呢，定定体会到，哎呀，定定呢，伫咧救水灾，因为水灾而造成一大灾难，地带也是同款啊，地带不调，地震呐、啊。所以水灾地震是去年甲今年来啊，已经咧频频一直发生出来。今年
敢若讲伫台湾所感触到的水灾，过处的风台啊，雨一来啊，那是咱会当感受到真惊人的大啊！而且南部、东部，亲像台东、太麻里、屏东、高雄、屏湖、金门一带，因为一个风台，雨水过大啦，所以呢，水灾啊，这么普遍。台湾本来就是水过遐尼大，所以就会感觉灾难真严重。这就是大地呢，树大不凋，水大不凋啊！亲像讲法国马西亚足大诶水灾，这拢是。伫国际间啊，因拢讲将来毋捌有诶，或者是几十年，或者是百年罕见，即种水灾不掉，要火灾不掉呢？呀，定定看到啊，已经几啊年啦，敢若讲今年诶时间，看看。从美国、加拿大，还有印尼，这有几个真大的国家，山林大，火一烧呢，拢是上个月以上，这些烈火冲天，日夜不断焚烧。真正是啊，真可怕！这是近年来定定呢，对，当头去看到无同的国家同时发生的大火灾，或者是呢，同的国家无同的地点嘛，一天的中间啊，一二十个火场啊，不断。安尼发生起来，敢若想着讲，加拿大这一波啊，一大火灾啊，看看，偌呢侪人撤离啦，救灾的地点，离迄个灾区的火场啊，两三百公里。啊，那个救灾的所在，离迄个灾区火场会遐尼远呢？因为火不断地伫烧啊，多难的人啊，就是安尼不断啊，直直出来，也看到火一直直的逼近呐、啊，所以国际救灾。的人道精神团队集中伫一个所在，那真大的场所，和无同的地方啊，的灾民避难呐。政府一直宣导，一定要疏开，一定要撤离啦。爱避难呐，真呢，面积真大，四方八达啊，迄个火场真大，几百公里安尼直直烧去啊，烧到外界，越过了省，所以无同的地方啊，人一直呢躲。疏开出来了，那段时间定定伫咧讲，
会在呀、啊！啊，看到因每一个人出来呢，不管伊经济是有偌尼好，出来真正哩从红躲出来，到底会当带啥物物件出来呢？人会当平安呐、啊，安尼出来。所以需要国际救灾啊的团队，在迄个所在供应因所欠的物件，就是敢那讲者真简单呐、啊，洗面的毛巾呐、啊，大家人需要要发放予因呐，这要采购呢。当地采购都困难，干阿讲一个这么简单日常的用品，需要的人数真正是足多，供不应求。自济人啊，也从其他的地方不断啊，安尼去收购、去买啊，给供应过来。这就是啊，讲予你财富偌济啦，一旦呢有了灾难的时，紧急逃命都来不及吧？哪会顾得财富呢？连随身呐、啊，日常要用，干那一个毛巾呐、啊，都一块钱毛。这就是人生啊！一旦无常起啦，其实呢，什么物件都是空啊。所以劫会，这就是这个时代啦，它会有真多的灾难，按轮流啦。水灾不断轮流，在咧发生，一旦发生，都是大水灾。那火灾呢，也不断轮流，一直咧大场的火灾啦，不断安尼在烧起，常常听到百年不遇。水灾也是安尼讲，火灾呢也是安尼讲，百年、几十年唔捌看到，平时林火定定有，但是呢，遮尼大场拍袂落来的火，唔捌看到，所以这叫做劫火动连呐，那分野。这样劫火这个时代啦，火灾不断不断发生，火一旦烧过啦，一切呢拢空啦，所以劫火动连就是完全拢种空洞掉啦，将山直直烧啊。将水嘛会打起啦，所以一切动连拢总无啦。这尤其是伫咧烧的时，是不断不断生火燎原啦，就是一点点嘛的火，都安尼的大片啦，的火场。都安尼无法度好控制，这就是劫时代的大灾难呐、啊！这种的时代，想看讲，遐个山林呢，是千万年的原始山林，啊，一场的火灾啦，安尼呢？一旦动连掉去，
拢从空气啦，都无咯。这是真惊人的代志啊！所以讲，这个火啊，到底呢，安怎烧？真真正正，一大火劫的时，唔是干那安呢？是连续啦，不断不断，你的延期呀，这是大火劫。一旦到位的时，这只不过呢是一个开头。其实，一旦大火劫来的时啦，那就是大千世界几坏，真正都是火劫一来的时，大火灾吼，大火劫啦，是大千世界几坏哦。佛陀安尼讲啊，咱应该爱相信。看到去年、今年啦，场场的大火灾啦，咱都爱真提高警觉。当然，大乾坤啦，时间长，其实咱现在人民本来就是短暂。在我们短暂的人民这个时代啦，我们就已经感觉到，虽然加拿大离我们很远，虽然美国离我们很远，虽然巴西离我们很远，虽然哦等等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这些只是开始，予咱知影讲，火灾一旦发生，所以讲火劫，劫就是啊，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啊，一年比一年严重啦。安尼呢，经历多时间啦，真长的时间，那就到大千世界拢总完全的计划啦。咱一世人，咱阁有来世人呢？咱爱阁再经过几世人，拢爱经历过。咱未来的生生世世，拢总伫这个人间伫咧循环呐。所以咱应该这个时阵都爱觉醒啦。佛陀所讲的劫灾，这个劫的灾难，这大三灾、小三灾，所讲的小三灾，嘛是大大事呀，饥饿、瘟疫、兵乱、这刀兵劫难等等，这伫现在人间咱所看到，敢那一个水不掉，那就是旱灾，旱灾啦，天不降雨，旱呐。啊，这个旱成灾啦，大地呢无法度种五谷杂粮啦，安尼搁直直落去呢，将来啊，咱的生存都受到威胁咯。人多，粮食少啊。看到甘肃啊，迄种的干热旱呐，迄个魏延县，就是讲甘肃省啊，迄个所在有
为圆观，真侪真高贵的药材啊，当归、当山呐、啊，药材啊，拢伫迄个所在种哦。但是现在干旱呐，这药材呢已经面临到绝收的程度。现在是欠收啦，已经到甲要绝收面临这个程度。这样，咱现在已经看到啦。人要啉的水啊，也都要去200多公里外，用车去运过来。人要吃的水是安尼哦，这么严重啊！现在呢，也是需要千川的事。因讲过去已经是58年来讲旱啦，干那这个关呢，都58年间拢是旱灾。因讲从迄个农作慢慢转过来呢，牧羊，因为农作无水无雨，所以因呢是改行饲羊啦。啊，羊呢，迄个野生的草啊，也慢慢的滴滴打起呀，羊。无草好吃，连草根呐、啊，伫土卡的草根，伊呢，都安尼用嘴去咬，用卡去咬，用嘴去咬，连草的根都绝根呐、啊，所以规片呐、啊，变成了黄土高原，已经呢。非常的旱呐、啊，这看到呢，真正是惊心动魄啊！现在呢，就是需要千川，其中一个川呐、啊，就是基台主祭，会当帮助因呢，诶，千川计划来加入因这个千川。规划，这是即卖现在才带转来的资料。这就是欠水旱灾，想，这个已经的气候不调和啦，造成了人类呢无法度好生存啦，在不断迁徙。这人生啊，咱一当阵若无好好警惕，未来啦，这大千世界饥荒，又是干旱，又是火灾，这水带不调啦，成为干啦。那干旱呢，火带不调，一直烧落去，大千世界完全拢害去了，所以佛陀在《法华经》内底安尼的譬如啊，腐臭立中不烧，出于从内心的诚意，咱即卖现在爱提起，爱警觉。未来的世间是安尼，啊，要安怎呢？要安怎？都爱赶紧用佛法发水来救啊！爱净化人心，将人心导向，导向这个法，咱大家人爱提高境界，所以咱需要呢。
法啊流传人间，佛陀说法近50年的时间啊，49年外的时间呢，因缘善诱啊，一直来到40多年后，42年后啦，佛陀开始呢讲说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期待人人呐，拢爱真用心来体会。过去的谈空说有啦，这个法的精粹汇合呢，在《法华经》。所以《法华经》啊，是救世良方，咱一定呢爱发大愿心呐，来修持《法华经》。但是佛陀安尼甲咱警惕。困难呐、啊，真困难。这道爱呢，鼓励咱爱多发心，互咱知影困难，会当唔惊困难，唔惊困难，爱多发心嘛。偌济的困难呐、啊，譬如一段文拢一直伫咧譬如啊，譬如。扶着干草，攀着干的草啦，安尼呢？入去火林，不烧，经过火场啦，这个火未烧，未去烧着这个草，这无困难，但是呢，要持经困难，这些念念落去呢？一段文，但是那个困难一入中不少啦，就是爱出于咱一片呐、啊，将内心一虔诚、深信佛所说的法，咱爱相信。佛陀讲，大善哉、小善哉，会发生在人间。这款的代志，咱要相信无？唔通想讲，咱的生命短，人间生命短啦，大乾坤生命长啊，迄、那个时间也真长，咱拄未到，唔通安尼想。咱已经看到了，百年不遇的火灾，现在咱也看到了。虽然真遥远，现在的科技发达，新闻报道，咱会当目睭前看到银幕上的大火啊，伫咧烧，所以唔通无相信，咱应该爱相信，所以咱爱深信啊。佛陀唔忘咱，好好呢持这部经。甲咱讲，有真多真多的困难，你爱发大愿，四方誓愿呐，爱真坚持，咱爱将内心一片诚意的心来讲，我愿意发愿，啊，我愿意做，我愿意为人人去付出，唔惊身体的辛苦，出卡手。不是只是嘴讲，我要发愿，这不是忠心，因为你的身体无去行动，只是用嘴讲要发愿，这一点啊都无路用，所以咱爱忠心发愿哦，这个诚信。那咱爱怎样处理这个作恶事啦、持经呢？最重要。在于精勤不怠，咱爱真精，对这个经的内容，咱爱真清楚。法甲人间事是爱汇合的，法爱用在人的身躯里，将人的身躯呢去付出人事物，
这爱将身心啊，爱勤精进，所以若无愿力啦，众生啊退困，这就是啊。咱若无这个愿力，咱一世人呢，干那讲我要发愿，要发愿，这太大啦。这么平淡，什么都唔做，无愿意去付出。啊，自己干，讲我要发愿，这呢众生啊退困，还是伫咧退步，无进步。可是在那退步啊，这就是最困难，这就是困难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在这个恶世的里面，我们这个日积高涨起来，因为我们的日积是日五积啦，跟法积呢，这样我们骄慢的心啊，一直不断不断在增悬起来啦，超越过四面山啦，就是我们的这个骄慢心跟苏密山同款，安尼这么这么悬呐，超越过苏密山呐，所以咱应该爱知影，爱持这部经，才有法度呢，破除你的骄慢心呐，咱无明呢，爱灭灭啦，灭灭无明呢。那就是爱生灭你的骄慢心，那这种不信的人呐，敢那讲嘴讲的，无要做，这同款叫做不信，安尼的人呐，所以咱伫咧讲经，伊呢就是听袂入去，就是听入去也袂当身体力行，家己做袂到，他还会进。静，好，爱静，他会振奋，也会嫉妒，也会甲咱飞马顶顶啦。这，咱真诚要持经的人，咱都爱不退困，不退困啊！那会当安尼啦，这是无难。但是咱那互人骂一下，啊，咱都退困啦。你呢，这就是困难啦。这个五浊恶世十恶啦，这里正兴盛的时期，这恶多善少啦，所以《方便品》内底啊，佛陀伊都安尼讲：五出浊恶世，大家人若伫咧读着《方便品》呢，内底都有一段文呐，所以咱必定呢，佛陀出世的时呢，都已经开始。转入呢，这个作恶的时代啊啦，所以佛陀讲，未来会更加盛，会更再较大吼，这作恶势愈来愈重，愈来愈恶啦。所以咱爱修持的人呢，必定爱动勤精进，
未来要修行，要比过去佛在的时，爱搁再较勤，搁再较精进吼。那唔通懈怠啦，咱爱发心，真诚去发大心啦，树德成就道果吼。一念心啊，尊佛意啦，即使是短暂脱相，殊持妙法因行啊，诸佛亦皆欢喜赞叹哦。咱来好好，咱愿意啦，真正伫即个环境的内底，你若发一个真虔诚的心。会当尊重佛意啦，哪怕你是短暂的时间，因为人命短暂嘛，咱嘛唔知虾米时阵啦。哪怕是短暂啦，佛也欢喜啊。所讲的短暂，唔是我今仔日发心啊，我信啦，信发华经啦，我发愿啦，安尼佛都欢喜。不是呢，要尽你这世人，因为你这世人也是短暂啦。因为咱的生命跟大乾坤来比呢，咱是短暂。尤其是生命在呼吸间，尤其是呢人间无常。哪怕呢你发一个心嘛，你短暂的人生。佛也真欢喜赞叹呐，咱若有这个心意，咱就有来生的希望呐。这就是佛爱鼓励咱吼，所以令伊是道心呐，自立起这个道心，咱来好好呢，爱坚持落去，唔惊咱人生短暂。总是呢，把握当下，行持在刹那，咱的心要好好保持着。所以进行道法啊，那心不退却，思维精进，安尼叫做精进啦吼。那这就是这段文要真用心嘛，咱要真去体会，去了解吼。真正是劫火动人呐！现在这个作恶世一时，咱不只是世间的火，咱的心火啦，动不动就震怒，这嘛是火啊！咱的劫火，咱的人间呐、人心呐，家己这个劫火吼，好。无定着，咱这世人敢那好，咱这个真火啦，就烧得咱这世人完全的一切皆空空掉去啦。咱希望咱的道心爱坚定吼，唔通好咱的贪嗔痴这种的火灾啦，来甲咱烧吼。好，所以看。正面的文，假使有人手把虚空，日夜游行啊，亦未为难呐。好，这虚空怎讲过去啦？以我灭火呢？若自殊持，若殊人殊，是即为难吼。那
那会当发这念心，咱家己写，地福多灭啦，多好啦，需要经典呢，搁再个开化流传呐。古早就是爱靠人用手抄写，才有法多去流传。所以写经啦，是伫古时代呢，是真重要吼。啊，即嘛呢？都唔免啦，即嘛都是安尼印的都可以。唔过呢，这个书写就是刻入心版，咱爱家己写伫咱家己心版的内底的喏。那欲书人书啦，把这个法呢，再给大家人，也给大家人发入心啦。这呢，真正是真困难吼。家己甲发入心，也搁甲发，要互别人呢发也会当入心，这都是较困难。若以大地啦，地足加上生于梵天，亦未为难。那佛灭多好啦，以恶世中啦，暂脱处境，是即为难。这要甲大地放伫脚尖头啊，一增加安尼呢，去你到梵天，这无困难。但是佛灭多好啦，要伫这个恶世中呢，安尼读这部经啊，实在嘛是有困难。好，恁会感觉讲。啊，无啊！阮当年拢嘛是安尼伫咧上，那尤其是无量义经啊、法华经的精粹，阮嘛是安尼，逐天都伫咧上啊。也那无逐天嘛伫咧拜呀。那但是呢，心是有藏伫心里也无，这就是爱看人家己吼，真正的发爱入心吧。来啦，在下面的文安尼讲吼，家属接受啦，担负甘错，立中不烧，亦未为难。我灭多好啦，若此处境，唯一人说，是即为难呐。已经讲过去啦，劫火、劫烧，就是劫火，都只证明讲的吼。那在安尼这个时代里呐，劫火开始烧起来啦，这打着大草呢，日来不烧，这安尼。是不是真困难呢？无困难。其实这个劫火呢，是伫咱的内心里呐。咱那是该当作是咱家己的内心，时时都是咧起真分心。这都是咱真的火啊，不断烧起来。但是这个所在讲劫烧，气势负。干燥入而不被焚，未去予烧去，安尼呢？这虽然是困难啦，但唔是困难吼，这唔是困难。迄大草见火都烧起来啊，这伊讲不难吼，这嘛唔是困难，其实回归咱的本心来啦。咱来警惕咱家己，唔通有真分，真分心一起啦。
功德哪都拢烧掉去啊！哪有讲吼，打草未烧呢，连功德哪都烧掉去，所以爱好好好好修好咱的心吼。那我灭度好啦，若此处境为一人说，是即为难。我那灭度了后啦，第末劫此境啦。这就是表示一个人，这在末劫啊，已经真末啦，发真末的时啦，直到发末的时代，这个发呢，都永远不存在啦。那有一个人呢，愿意为一个人恭敬，这也是真困难哦。这所以讲。一旦愿意有这个耐心，有这个诚意，哪怕是一个人，我也是同款安尼讲给伊听，这就是诚意。有的人讲，啊，本来我准备偌多要甲大家人讲话，啊来遮少啊，所以呢，我就安尼甲伊简单起来，啊，不可以，同款。对一个人，甲对众人同款，这诚意吼，同款爱讲，因为呢，听的人虽然真侪人听会落去的呢，一个念定，明知在，咱嘛都爱为伊讲，哎，这就是一个虔诚心嘛，为法啦，所以说法，为法说法。不是只有为人刚犯而已，我们还要为法，为这个法要流传下去，哪怕是一个人我也要传，但是呢，这就亲像打到这个大草呢，入这火不烧一样，这是很艰难啊。所以，这就是表示一个人恭敬困难，吼，要为一个人恭敬更过较困难。所以讲起来，这三灾的内底啦，这个火灾起的时，还佫烧到初禅天啦。啊，什么是初禅呢？初禅，那就是。定的初禅天吼，那什么是定的初禅天呢？咱开始伫咧静坐的时，心啊清净啦，诸流不动啦，名为初禅。也那伫清净心中啦，诸流依佛。名叫做自禅，也那是安稳心中啦，发起不起啦，这叫做三禅啦。那咱伫咧静坐坐着的时啦，无有烦恼来困扰啦，这就是开始咱的心静这初禅。那第二呢？心清净中啦，在心清净中呢，那个初的烦恼无明，咱俩已经含糊，就是有烦恼来咱的心灵，咱呢也会当给化地掉去，含糊掉，这就是自禅啦。也那会当这个初了烦恼拢含糊掉啦。那心呢安住不动，这
内心发起充满呐，这叫做三禅。其实啊，这个结会啦，这个结会烧到初禅，也那是结风啊，那就是一吹到三禅哦，水甲风啦，就是到二禅三禅。这就是一点一点啦，咱爱好好把心，咱的心态啦，顾好好，才袂受这外面环境啦，咱面对着的烦恼，咱逐天所伫咧对着时间啦、分秒，都是安尼直直过，夹都是时间，短暂的时间累积呢。这是长时间呐，咱要从苗算起呀，累积到迄个结长时间呐，所以咱的心地啦，咱的心地呢，嘛是爱时时有禅，就是清净心呐。那心清净，烦恼来时，咱都爱该去除。去除烦恼呢，咱的心爱够欢喜，这呢，这就是叫做禅啦，叫做静思维。总讲一句呢，真多佛陀譬如啦，会真多的困难，不困难甲困难，无不都是讲咱的心吼、哦。所以啊，这个初禅。天哪、啊，是结会安尼烧，烧到初禅，就是讲咱有修行的人啊，就是心已经清净啦。但是呢，烦恼无明一来的时啦，嘛会动摇咱的心啊，起境的念头嘛会安尼随着这个业力啦。把我们破坏掉去，这业力积尽呐，世界难坏，所以咱一定呢，这个业来的时，咱要安怎样去面对这个业？那咱爱面对这个业啊，还是爱坚持呢？爱个坚啊，这个法啊。还是赶快爱坚持落去，所以劫吼，有劫会烧坏世界之时啦，那就是咱需要的求甘心入劫会不烧。会来的时，这个大的草呢，那你这个结会的呐，那未去可以烧去，这是真不容易呀、啊。那是大草，你这个结会来的时呀、啊，这哪会讲未去可烧去呢？这就是求恶世一人说经难，噶亲像呢。这个恶世的时阵，要讲经，讲这部《法华经》，真正真困难呐、啊。讲叫伊打草，未叫烈火烧去，也阁无遐困难。伫这个恶世间呐、啊，要来讲经，就是比打草烈火不烧阁较困难。这就是安尼的譬如啦。这显出了呢，信解是经者不易，真难得啦！信解这部经啊，真正是真难得吼、哦。那过去，咱昨昏讲过去啊，所讲的
三种十二部经啊，所如行沙，处在幽定为众人说，这无困难。但是呢，要讲这部《法华经》，那就困难了，因为这部经啊，就是啊，已经将淡空所有的精粹啦、妙有的真实妙法啦，在人间立心使用，用在人间，会当翻转人生，转贫为富，转苦为乐，那转凡为圣，真呢，就是爱在这部经的内底，这就是爱讲究咱这念心的坚定啦。不只是心的坚定，就是身体力行，这都爱咱听经啊，真正爱时时多用心啊。